近日，黄河壶口瀑布冰消河开，水流量明显增大，气势恢宏。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壮美的瀑布群景观。从空中俯瞰，壶口瀑布气势壮观，展示出排山倒海般的雄姿美景。湍急的河水奔腾而下，激起阵阵白色水雾，缭绕在河面上。在阳光的照射下，飞瀑与亮丽的彩虹相映成趣，把一幅动静结合的美丽画卷展现在大家眼前。据了解，壶口瀑布位于晋陕大峡谷，黄河奔流至此，两岸石壁峭立，河口收束，峡如壶口，故名壶口瀑布。瀑布上游黄河水面宽300多米，在这里被压缩到20至30米的宽度。奔流的黄河水沿着30多米高的断层石崖飞流直下，跃入河槽，形成了千里黄河一湖收的恢宏景象。